有了中华民国护照，出国旅游当然是说走就走了。想在国外开车拍拍照，先要确认持有当地承认的有效驾照。租车一定要保险，注意当地是右驾还是左驾的道路规则。有些地方还要注意动物出没哦。发生事故时务必要报警处理，遵守交通规则免受罚。记得善用外交部的贴心服务，多一份注意，少一份意外，旅外交通安全没烦恼。